欢迎收睇石 Sir 手机，石 Sir 系你讲股都叫 OK 系嘛嗱，几好啊，见过246啊，而家虽然回少少，都守住242嗰啲位，都可以继续睇好啲啲系咪咧？系哦，但系咧你知啦，早两日咧美股唔生性啊，系一插插咁多咧，我哋港股会唔会俾佢俾陀衰价噶？一定有少少影响，系不影响不大。哦，你讲呢句我就安心啦。唔系，系唔系我讲呢句？唔系你讲嘅咩？而系今日市话俾你知。哦，你影响唔到我几多？系咩？跌唔落咁啊嘛。系啊。哦，咁样样，但系咧，你知啦，又话咧个医保方案咧，睇下过唔过到嗰啲咧。过唔到。咦？咁大家谂住，喂，咁你特朗普唔掂喎？系唔掂？咁都唔影响到港股啊？咁美股唔掂啫嘛？喂，美股创咗新高，系港股咧？港股创咗十几个月新高咁样啦。咁美股咧？美股就高高高，历史新高啊嘛！系我哋历史新高，历史高喺几多？32000啊嘛！系未见到嗰度，你又放弃啦？哦，系我唔放弃噶，放弃啊！好，永不言弃，永不言弃啊！咁不如睇下市先好嘛，先好啊，得啊，睇下市嗰度啦，咁样图呢度，咁当然啦，之前都讲咗啦，去咗天花板嘅时系会有机会落翻嚟嘅，咁啊要落翻嚟嘅话咧，一定要去到呢个中间嘅中轴位先啦，然之后先再落去地板啦，记唔记得中轴位啲未到，咁所以你落翻嚟之后咧，咁之后咧，当然啦，系一定会慢慢会有少少要系弱鸡咗少少噶啦，就会要有啲整固嘅等呢样嘢。咁啊，國企指數弱雞啲啦，嗱，之前都未到中軸位喎。上證指數，唉，真係唔係好生性。咁啊，去到中軸位過咗少少，即係佢彈翻上去喎。嗱，喺呢啲位嘅時鐘咧，你揾到仲係一個窄幅波動嘅。係。若然佢依個窄幅波動咧，佢仲係可以係波上或者波落嘅。咁我而家初步睇個個人睇法咧，就波上嘅機會多嘅。若然波上嘅話咧，根本呢啲咧就不足以係作為做嗰個嘅係天花板，佢將會係更上層樓，拉翻上去，哇！真係睇見到開心，即係咁講啦嚇。嗱，點解你會睇咁樣樣嘢？譬如你睇深圳成分指數，佢基本上喺通道頂一路運行緊嘅，係呢個通道頂一路繼續上緊去，咁到到咁上下，一定會有一日佢會爆炸嘅。咁我會睇爆炸。在目前這樣的形勢來看，哇，你看到這麼多日都是靠近那個頂位到完結，你有些人就說，啊，你當然啦，靠著頂位來說，你可能沒有力啦，你怎麼N頂不破，你會跌，即問題就是，哎呀，它又不升穿，又不跌穿了那個中軸的位置，即是說它這個還未死得住，一頂高於一頂，是啊，你除非到我要這個見得到它這個跌了下來先，跌了下來中軸位先，咁啊，道中嗱，我話即係點升都好啊，係，你都冇我今日咁好表現係咪啊？你睇個樣已經知道喺低位度彈翻少少上嘅啫，係咪？以琴日計，咁啊，力 K 啦，我睇力 K 啦，咁啊，喂，好似有冇美國嘅影響？你都跌咗落嚟啦，係啊？啲 yen 強啊嘛，嚇，咁啊，美匯指數嗱跌穿一百，跌穿一百，有咩启示咧？你任何嘅加息等等样嘢都跌穿一百，除非你以后你加好多息，系的而且确嘅。美国嘅息现在已经比呢个嘅系其他地方国家政府嘅息口系高好多嘅。所以琴晚美国30年期国债系已经跌穿咗3厘。哦，30年先跌3厘，系啊。都不夠3厘，所以你說哇買些多過，所以我經常都說、啊、你找些2.5厘至3厘的啦，好過即是等於拿10年期國債，誰知現在不是，如果要3厘的話好過拿30年期國債，那你說了你買什麼了？是美元對日元下了來，現在這些一位，那跟著你要怎樣？還是下回來啦，100底下，哇，試用得怎樣？咁你又話一百底下係咪美元要好強咧？唔係喎，唔需要美元強嘅喎。哦，主要個市夠亂就得嘅咯喎。
咁到時啲人又啊，我又走去日 yen 度避險。其實乜日咩 yen 去避險咧？之前啲人借日 yen 出嚟炒嘢，嗯。咁而家你到時都冇得好炒，咁啊梗係要結翻條數，俾翻啲 yen 你啦。係。咁你咪一路翻入嚟咯，係咪啊？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好簡單，所以日 yen 呢度一路都係咁樣。咁呢樣嘢咧，又會係好多朋友又會有一樣嘢問題等等等等。喂，就嚟3月30日啦，又嚟咯喎又。唔係，唔突然之間講就講，唔記得咗嚇。原來日本仔日 yen 要連結個殼，要找數咯，要找數喎。咁所以你見得到，咁你點樣可以去做得好啫？嗯，所以日 yen 所以你咪變咗去111啊，去109啊，起碼要呢108啦，呢位啦。係啊，係仲有一跌啦嚇。咁啊個套啊，嗯，咁啊你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即係。有少少要即係睇睇啦，係，嗯，Sir 即係港股業績期啊，你見呢輪咧，哇啲國企股咧，嗯，係咁派息，好似，嗯，好疏乾咁喎，嗯，有啲又派特別息，哇，好犀利喎，嗯，點解會咁咧？即係賺好多啊？賺唔賺多唔係一個大題問題嘅，係，即係大家都需要咧，係即係做好個秩序，做好個秩序嘅話咧，就需要點咧？你一定要吸引咧，做個餅要大啲。嗯，其實咧，現在咧 A 股嘅市場個餅都唔細噶啦。係。即係問題就係唔夠咁多錢去將個餅再發酵大。嗯。你點可以引好多啲錢過嚟呢度嘅嘢咧？唔走去炒樓，唔走去即係搞其他樣嘢咧，去到呢、這個呢、這個股市度咧，一定要股市度咧。是有派息，嗯，系，唔好同我讲呢个高转数，即系净系一咧发呢个股票俾我，冇意义噶，发股票俾我，哦，我由之前揸住100万，你要发到我1亿股，系，咁即系股价唔升，都系要跌，哦，咁嘅话，即时冇用，嗯，你倒不如咧俾我，我揸住100万股嘅时钟，哇，你派得100万股息俾我嘅话。开心啊！你点做咧？咁个股价会去到几多咧？嗯，系，系嘛？咁喺呢点入边嚟讲，咪好简单咯。所以咧，大家睇唔睇到？其实阿爷已经实行咗前一两年啦，实行咗呢个高息政策，系喺内银股嗰度。嗯，系咪就算业绩唔系咁好，都好吸引啲资金揸住啲内银股？是就算價唔喐都買咁樣，係咪啊？嗯，點解收息咯？係，所以呢個過程入邊係好簡單。阿爺其實將我就係以一個息友，嗯，嗱，究竟我講阿爺呢個嘢咧，唔係一定政府中央指令嘅，唔係嘅咩？我非中方即係官方人士，我點知啫？嗯，只係就話。好多嗰啲依個係公司甚至公司嘅管理層，突然之間揾得到學咗啲內人股，原來咧息高啲咧，派息高啲咧，賺1蚊派8毫咧，你對於股價人哋對股價要求唔多噶，哦，即係對業績要求又唔多嘅，係，即係你如果賺1蚊派1毫咧，嗯，人哋就要求你嘅業績。好靚仔，表現好靚仔啦。嗯，咁即係你搞業績好靚仔咧，要搞20几%增長，好困難。係，即係我維持住現在今日1至2%增長。咁只要我賺到今年，我派到今年賺到1蚊，明年我維持到做到係1%增長，咁即係賺1蚊0。一個先，嗯，系。我繼續係派8毫子嘅話咧，系，哇，係，啲人就會覺得好啊，咁個股價咧就會慢慢就會即係，起碼你跌唔落，因為你如果唔派息咧，我真係唔知道你個股價去到幾多嘅，係，冇得計，嗯，你話你發達啫嘛，你話你長肉啫嘛，嗯，我見唔到喎，因為你長咗你嘅肉，唔係長咗我荷包嘅肉喎，係。即係如果你已經有到幾厘息有咩事？咪即係等於我等定期存款啫嘛。嗯。定期存款嗰陣時，中間個貨幣升升跌跌，對我冇影響㗎。
總之到時都啱啱尾年俾人咁多識我，咁就 OK 噶啦。咁所以一樣啫嘛，喺呢點係好簡單。哦，即係我以為咧，咩賺得多與民同樂咁咋？固然一方面賺得多，又需要與民同樂。即係以前唔係噶嘛。啊、通常看到不派息不派息咁樣，唔係，然不派息噶嘛，不派息點啊？派咗俾我，我去食息啊嘛，大吃大喝。嗯，而且而家唔得啊嘛，而家好多嘢。咁若然係咁嘅話，係好簡單。一個理想啲嘅股市，其實應該做咩咧？股市就係我俾錢你，你去幫我揾錢啊嘛。嗯，唔係我俾錢你。你揾咗我嚿錢啊嘛，係咁因此咧，喺呢點入邊嚟講，管理層應該努力地去做好嘅本業，賺到錢。有部分你要攞去話俾我知，啊，你要發展嘅，嗯，你真係俾我睇到你要發展。第二有部分你真係要攞去派息，你又真係派俾我，你唔好派翻啲公仔紙俾我，嗯，係，除非你派公仔紙去收購，嗯，嗱咁嘅情況之中咧，呢個一個健康股市。慢慢咧，啲人咧就會由銀行嘅理財產品咩幾多十幾厘啊、廿幾厘啊、三十幾厘嗰啲廢燉嘢，咁啊轉翻嚟一個咧，就係大致上咧有到，譬如話股價有到一啲嘅升幅，息口有一定嘅收益，咁樣嘅話咧係唔講得少。係，到時大家都開心啊！所以點解我話我對呢個 A 股市場係有信心？我只係相信一樣嘢。哦，息日嘅胡運，息日嘅係冇秩序。嗯，喺共產黨之下，你放心啦。嗯，係咪啊？係。大家講嘅泛民講咩？共產黨最緊要管得多啊嘛，我唔 like 佢管啊嘛。嗯，佢唔會管呢啲嘢。嗯。擾亂金融市場啊，死罪嚟噶，嗯，一定管啊，佢一定管噶。問題就係、是，由於中國真係十三億人，嗯，係各有黨派勢力，你未夠，嗯，唔係獨裁啊，係係未夠有能力，你網打盡咁樣係咪？去揸緊啲嘢嘅話。各自去自由散兵游勇的話，執耐啲都要，嗯，係，不如睇下啊，好啊，派息派成點先好嘛？好啊，睇下派息派成點先啦。好啊，咁啊幾好啊！嗱，中電信啊，由9.5去到1蚊，神話勁啦，係啊，係咪啊？3毫去4毫，仲加到2.5%特別息，啊，上石化咁啊，由依個1毫去咗2毫。龍源電力咧就由依個係7仙去咗8仙，啊中廣核咧就由4仙去咗5仙，哇唔好睇少啊，4仙去到5仙，多咗25% 俾你啊！唉，唔睇同邊個比啦？你同神華啲比啊，冇得比啦，係嘛？係，唔好理佢啦，咁樣咁啊，神華嘅基於未來嘅資本開支減少，嗱呢個係真嘅，哦，因為現在講去庫存啊嘛。系，咁即使你唔使搞咁多嘢住啦，嗯，系咪啊？系，咁所以就要投資嘅錢，以前要留翻啲錢嚟到，要買依個機器啊，要再等等樣嘢，而家唔使買啊嘛，嗯，派出嚟咯，都起碼肯派啊，系啊，咁啊個別國企啊派特別股息，緊屬個別事件，梗係要有盈利有增長先，你要行出企業先有一派啦。哇！佢搣嚿肉出嚟俾你，嗯，咁啊即使你派嚟得多餘啦，系啊。回應國資委嘅指引，所以日後會有其他國企效法咁樣。國資委早前咧就表示，上市公司就應該分紅，多賺取利潤回報就股東。喂，呢樣嘢好似2015年、2014年都開始有講嘅噃。嗯，咁緊要揾個説法嘅，係咪啊？冇、嗯，之前點解分唔到紅咧？點解咧？賺咗錢分唔到紅咧？應該係咯，都有。點解而家做得到咧？嗯。系咪啊？系，请朋友即系点啊？我正话系咪做咗咁嘅手势？哦，未，之前发唔到力啊嘛。哦，而家执干执净啦。
好啦，逝者已矣，嚟紧可追，追乜？系，哇，中移动啊！我呢个夸张啲啊，真系夸张到痹啊！每股$40啊！使咗整体股息率增至4%，咁系啊！喂，阿爷佢话俾你知中移动，喂，你搞咁多做乜啊？嗰两个细佬，你一路系咁投资，嗰两个细佬会唔死硬？嗯，唔该你即系派咗去俾人哋啦，系咪啊？系。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你会搵得到有样嘢，你要派俾人哋嘅时之中，咁我先至依个咩嘛？你唔好再发展啦，你都已经50%个客啦。嗯，國內有一個所謂的是呢、這個嘅係誒，即係呢個壟斷條例噶，唔准超過佔市場50%噶嘛。嗯，仲有一樣嘢一定要睇嘅，改善政府財政狀況啊，配合國企派息比率升至30%要求啊，呢、這個好重要啊。係，好多國企入邊咧，阿爺都係大股東嚟噶。哦，你派息多咗。阿爺多錢啦，係咪阿爺多錢咧？阿爺現在好多錢要使噶，嚇、做只航空母艦使少錢啦、好啦，咁啊，神馬呢個派展係基於即係缺乏可行嘅資產注入同埋回應國資委嘅要求。咁梗係啦，我正話已經講咗，第一已經限住咗你要即係減產啦。咁你仲要買咩機做咩啫？嗯，哇，仲有幾多啊？建行啊、廣汽啊、海安輝水咯、東風汽車話啊，問呢個曾孫冇發息，哇發達啦！邊個會係下一個神馬？有國企背景，有較低嘅資產負債率同埋淨負債，因為錢借得人哋錢多唔得嘅喎。嗯，係嘛？主企業咧將增長放緩啦，陣間話有個可資本開支壓力唔大嘅，現金相對充裕嘅，又穩定派息，一咁啊梗係啦。所以咁多隻入邊，我成日都話，成日我都有樣嘢睇。我一定真的好看好中移動的咧，你慘咯，個錢多，係以前嘅時候要發展呢樣發展呢，只有佢稍微發展慢少少。嗱，其實中移動我又唔希望佢真係派40蚊嘅啫，佢派10蚊雞已經好好噶啦，好簡單，80-90蚊啫喎。係啊，派10蚊雞已經好好噶啦，嗯，係咪啊？係，哇，已經好過你揸美國3年國債啦，3年國債已經得3厘息，哇！如果我派呢個。10蚊雞俾你中移動嘅話，喺依個80蚊、90蚊嘅水平嘅話，哇！咁啊已經係 10% 息喎，即係等於要點啊？100年美國國債先有喎，可能分重要。咁你3年3厘啊嘛，係咪要搭30年先得啊？哇！咁如果佢肯派10蚊，我諗佢個股價都爸爸。咁啲人就話：啊，你一次過啫。嗱，唔好咁睇，系一次过。唔系咩？特别息都一次过。如果当阿爷需要将啲资金要由嗰度炒嘅唔应该入嚟股市，嗯，等股市方面可以发行多啲新嘅股票，帮助到企业上市，嗯，特别新企业吓 IPO 啊。啲新企業第時賺到錢都係一定要派咁嘅息嘅話，係啲人咪肯嚟呢個投資咯。係啲人咁嚟投資嘅話，咁你就將會越多 IPO 上市，越多新公司上市，越多新公司上市，係咪產生咗更加多嘅就業職位啊？係。如果大家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嗯，你揾到有樣嘢哦，派高息。有一派相對高息，嗯，有一派一個唔係完全唔派息，只係派公仔紙俾你嘅歷史過程係過咗噶啦。哦，咁樣嘅時咧，所以點解話一路都講 A 股有前途，就係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由呢個郭樹清喺2019年嘅時候，即係早嗰幾年啊，嗯，佢去到呢個搞呢個係證監之中。搞好多新政策，好多樣嘢。嗰陣時應該提出應該派多啲息嘅。其實呢個條數係咁計噶嘛。嗯。阿爺係國企嘅最大股東，你派多啲息，阿爺自己有多啲錢，可以做多好多樣嘢。第二樣嘢，等你派多啲息，你其他嘅企業你可以上市，阿爺都可以將部分國企嘅錢咧沽出嚟。嗯。佢股票沽出嚟，
個夠息高啊嘛，你唔使再銀行度咧搞埋啲唔三唔四理財產品，咁整個帶動嘅話，企業係將會有啲資金去擴展，請多啲人，係等等樣嘢，等等樣嘢，哇唔掂啊！係，唔好唔記得阿爺今年嘅嘢嘅税收度係提高咗税額噶，嗯，唔係增加税啊，係即係你。減免税減税嗰度咧係提高咗嘅，即係你收入都好似少咗嘅。嗯，喺呢點入邊嚟講，你邊度補啊？同樣好似你認為得唔得啊？咁樣，喂，係咪有特首候選人講我哋地鐵嘅大股東收咗個錢？嗯，應該攞翻啲出嚟，嗯，津貼車資啊？係，哦，咁樣唔好咩？好。是不是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所以為什麼說 A 股有些前途咯、嗯、所以我剛才跟你說你說、啊、美股跌下來有什麼美股這麼厲害你派這麼高息啊派不到嘛為什麼、嗯、因為那些不是政府拿著的股票嘛它都是自己回購嘛現在你真的靠回購來好像提高股息嘛、嗯、你一直將股份縮窄嘛第三爺呢度咧，將會越嚟越多啲 IPO 上市，就會將吸收民間嘅閒資，嗯，你要做呢一樣嘢。於是你又唔會炒樓咯，哦，你又唔走去炒呢個其他等等樣嘢咯，嗯，係咪啊？賣假藥嗰啲就係，哇，買股票，中移動派40蚊，嗯，付出呢個係，如果真係派40蚊嚇，係，想講啊，付出呢個係90蚊，攞翻40蚊。我做咩做咩要賣假藥啊？係係咪啊？假藥都冇依個50%利潤啊嘛。嗯。好啦，咁啊，仲有就係即係，仲有一樣分紅之後，仲有穩定嘅現金流，咁呢個好必然啦。係。誒，咁啊，挑選嘅準則啦，每股盈利維持1.5元人民幣或以上嘅。哇，係。咁啊，2016年上半年每股盈利達到2.9。2.9派個半，派50%啫，係咪啊？如果佢賺呢、這個只係賺呢個個半咧，我頂籠佢派7毫啫喎，係有數計啊，係、嗯、你唔好攞多啊，攞40%攞50%嚟去做呢個係比例啊，嗯啊，是由現金流動比喻充裕比較多啲嘅，好似柴維動力啊咁樣達到19% 嘅，企業負債比咧低於10% 嘅。財務負擔健康，好似安徽海螺水泥啊咁樣，資產負年化率只係得1%，哇，裂曬啦！信唔信得過咧？我信㗎。哦，係，絕對信啊！嗯，啊，咁啊，傳統分析方向，當你咧步入上升周期嘅高息股去跑輸大市，梗係唔係啦？哦，唔係咩？啊，你高息股咩叫高息啫？三厘叫高息，我而家唔係啊嘛。系而家唔止啊，5-8厘啊嘛，都大你美国30年期国债，嗯，咁点啫？系咪啊？好啊，投资界一般以4厘股息为一个吸引水平，咁呢个睇下几时嘅啫。喺中国而家一定要4厘先得噶啦，冇4厘唔得嘅。即系最低消费，最低消费系4厘，嗯，最好消费系8厘，系啊，哦，即系最少啦，嗯，系好啊。咁所以呢點入邊嚟講咧，你一定要睇啦。好簡單啦，打開個經濟通，係自己篤，自己篤啊。嗯，完了。哦，所以你話點解會變化咧？嗯，因為呢一個咁嘅 A 股市場變化咧，你話啊，好似完全冇跡可尋。其實中央建議，喂，你哋啲國企股應該多啲分紅啦，有錢就分紅。是幾年前提出的嘛，嗯，是，是不是？那其實這件事你又要去回什麼呢？1979年，哦，咦，看回那麼遲了？是啊，11屆三中全會，嗯，李富春當時說一句，是，不能使人民富裕的，我們還是什麼的共產黨，嗯，很多人認為共產黨就叫齊貧的，啱嘅，嗯，系，
第一隻，因為咧以前嘅時鐘真係好似話共產之後就大家有錢佬冇曬錢啦。即係其實唔係嘅，共產黨又好，民主黨又好，共和黨又好，工黨又好，保守黨又好，其實佢所有管理政府都係有一樣嘢，就算普京都好啦，都係有一樣嘢，人民富裕係先政權穩定。哦，係啊。呢個係我話先乜黨咧？除咗七八黨，哦，係係嘛？七八黨就我掠你嘅啫嘛。人民富裕啊，多啲咁啦。係嘛？咁啊，喺呢點入邊嚟講咧，一個真正揸人呢樣嘢，都係要基本上使人民富裕。係，你就會 OK 啦。哦，即係嚟緊可能啲股票大家派息會越嚟高嘅咯，會唔會咧？又唔會越嚟越高。哦，我覺得應該會去翻一個合理水平。例如可能派息咧，係以佢嘅30%至50%，亦都按照住佢嘅係資本嘅發展需求。係，如果有啲嘢要去發展，要攞多資本嘅，咁冇問題，係可以容許嘅。係，啊，好似你早期嘅中移動，若然佢如果唔係咁發展嘅話，佢今日唔可以達到咁嘅地步。係，同樣吉利嘅話，嗱吉利我又唔希望佢派太高息喎。我點解咧？因為你吉派太高息咧，咁你點去發展咧？嗱，今年佢就講俾你知啦，我又去馬來西亞收購咗有間汽車廠啦，5.1% 啦。跟住咧，佢又講我去英國咧，又開始起汽車廠啦。喂，咁呢啲係要錢噶嘛？係，我哋需要夾錢俾啲人有能力嘅人去擴大去做廠啊嘛。當佢如果去到呢個係呢個。英國設咗間廠，仲有一間廠未設喎。哦，美國咯。係，係嘛？如果喺美國設埋廠，喺南美洲設埋廠，喂，你唔好同我講喺北極設廠係咪啊？唔會。嚇，嗱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世界局勢報到咧就差唔多啦。係，咁嗰陣時你就要磅水咯，攞翻轉頭啦，攞翻轉頭咯。嗯，係嘛？若然係咁嘅話，佢真正係咁，你有幾可考啊？可以考慮到嘅吉利。有咩邊只中國汽車企業可以去外邊設廠？冇啊嘛，少啲啦。點解啊？你話俾我知冇國家政策支持，後面批我頭，我唔信啊。係，係咪啊？梗有嘅。所以喺呢點入邊嚟講，好多人話：，唉，明白只吉利咁升。嗱，我只吉利我就唔要求佢派息嘅。係。你派少少俾我先啦。哦，最緊要股價上升，每年升呢個係20%，咪即時等於派息派俾你10%、20%。我又可以咁睇，可以咁睇，係咪啊？係啱啊。當然啦，佢最好股價升呢個100%，派息又100%。哇！發達啦，發你夢啦，係嘛？係，即係起碼呢樣嘢咧，我哋揾到啊，開始。開始，當中國已經開始講話，我哋要將嗰啲一行三會任務合併啊，或者上面要整個監管機構，其實整緊有一樣嘢，就整個中國嘅金融業慢慢要進入一個叫良性嘅軌道。係。若然係咁嘅話，中國 A 股嘅市場、金融業嘅市場係好有希望。係可以完全。同美國方面脱離咗走嘅，咁係咪即係之前提啲高息股一定係內銀啊、內房嗰啲嘅啦？咁而家都仲係睇呢啲嚟嘅，咪話？你要睇睇你有冇發展嘅機會。如果你有發展機會嘅，我係可以以息去犧牲息上，換取股價。係，即係你冇乜發展機會嘅，就唔該你。磅息俾我，系，系咪啊？咁样嘅情况之中，呢个就系叫做一个一直真正一个健康嘅股市。一个健康股市就系所有股东都系有到个合理回报。系，咁当然啦，我讲嘅合理回报咧，就系有啲人希望就系派100%息，就股价升100%噶嘛。呢叫合理啊嘛。吓，即系喺我嚟讲就话，如果你息口能够有到系2-3厘。2.5厘或者3厘以上的
股價每年有到依個係30% 到嘅波動嘅。哦，然之後咧，實質上有10% 升幅嘅。係，我就好滿意。仲可以俾你買上買落，咁開心添啊！30% 波動嘅，咁啊，嗱，我唔要求有300% 波動喎。嗯，哦，300% 波動啫，嗰只係即係美圖嚟嘅啫，可能係，可能美圖嗰只最後就變咗惡圖。好，唔該曬 Sir。好。嗱，想重温翻 Sir 手嘅流咧，歡迎到 hket.com 嘅短片區。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